54万元。黄金定制版 iPad mini 6来了，全球限量6台。11月8日，全球知名的奢侈品公司开贝尔将高端定制的魔爪伸向了苹果最新发布的 iPad mini 6，推出了一系列的奢华定制版本，其中价格最贵的当属纯金版，售价为54万0320元人民币，全球限量6台。如果你正好有这个条件的话，买个回来收藏应该是不亏的。从外观上来看，纯金版的 iPad mini 6只有背板是采用一整块 18K 黄金打磨的，中框可能是一圈加厚的金属。本来主打轻薄的 iPad mini 6一下子变得厚重了不少，官网没有给出具体的重量数据，但小雷预计没个一斤应该说不过去。背板的花纹十分精致，延续了开贝二对黄金产品的雕刻风格，两边分别镶嵌了两颗直径4毫米的钻石。此外还有皮革、碳黑等纹理的 iPad mini 6可选，价格基本都在4万元左右。让小雷比较意外的是，开贝二一般只定制手机产品，平板电脑是第一次见，可能开贝二希望扩张更多产品品类，吸引潜在的土豪吧。事实上这种堪称奢侈品的电子设备需求量应该不小，不然这家公司也不愿意亏钱做数十款奢侈艺术品。此外开贝二还有 PS5、 宝马汽车、 AirPods 等产品的定制款，可惜继 Mate 40 Pro 之后，该公司也没有为华为的 P50 系列定制外观了。 Mate 50 系列有没有还很难说，虽然买不起，期待一下也可以。